对啊，地瓜，地瓜好吃啊。它是地瓜是优质淀粉，多吃，但不要吃太多啦。地瓜一颗，一颗拳头大的吧，很像是等同于一碗饭，所以也不能吃太多。加我妈包的水饺，我的中餐就吃这些。玩的像地瓜，那我玩的的确有点像地瓜，玩的像地瓜，这是什么比喻？地瓜是个好东西呀、啊。你上线中双子线，你上线中怎么也上太久了吧？我先玩一场，你好了再跟我说，因为我还在煮水啊，我那个水还没开，没办法煮，没办法下脚。没钱有人烧木头，真真真。怨灵暴力，哇 ！P3 要被找到了。知道。有造型的怨灵玩家，一定是个高手。怨灵不知道会带什么，会带天灾吗？啊！尖叫！死者开关。这个尖叫，
哦，超级死党，哇，是吗？但是我没有被上一刀哎、欸，主要是我尖叫了。反跟啊，老哥！哎、欸，这一刀反而中了，有鬼吧，这个兄弟！反跨，再反跨，然后开镜了，对，开镜了。我应该直接拉走了，不应该赌这个视频版。天灾，对，天灾，天，不对，应该不是天灾，应该是超级死党家。超级死党，应该是吧，应该是超级死党。超级死党加死者开关吗？哦，修不开欸。一台都修不开，哦，有高进度啊，那还行。死锁吗？死者开关加死锁，没有，没死锁。超级死党加死者开关加剩两个不知道什么。可能有那个名船嘛，怨灵很常带这个，两个倒了，哇，三个倒了 ，Holy Bird， 有，那这个是大逆转吗？他倒在角落哎、欸，我刚才没看到，我觉得应该是大逆转，先不摸他，我去救人。对，大逆转，他自己摸起来了。他摸起来了，然后又倒了。他会回防啊！你先走啊，老哥。他想要送头，阴森拥抱。应该是阴森拥抱。定心丸，那他死了。屁！
没错，有点惨。直接 P 二直接拔了。红光，背转，升天。OK， 我先邀你，然后我去看一下水开了没。Anyone have a story they want to share?
我开个 DC， 等我一下。喂，听到吗？喂，喂喂喂，喂，你是不是听不到我、啊？等一下，等我调一下，应该是我没调到。你是八四楼？喂，喂，我一听到，听到，听到了。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有听到。煮水饺麻烦的地方就是它那个要一直滚啊，不然很容易粘锅。等我一下，我去看一下我的水饺。去吧。所以你中餐吃什么？算一下。喝粥。啊、吃糜。喝粥。没错。又是哪个死菜逼没有烧蛋糕？我有烧，我应该有烧啦。这个蛋糕用不完，真的用不完。用不完才好。哎、欸，他活动到的东西不会收回去吧？活动到的东西，你是说蛋糕之类的吗？对啊。嗯，应该不会啦，不会不会，我记得不会。哎呀，这个地图。哦，医生。是追人的医生还是不追人的医生？追人的医生。哇，他不怕板哎、欸，他是顶板的那种。还有那个检定的那个恐惧哦。哦，恐惧降临是吧？应该是。要看还有猪头哦，猪头加那个你刚才说的恐惧降临，应该是啦，应该是叫恐惧降临。白泽，我是等水滚后倒一点油之后下饺子再滚，再倒一杯冷水，再等它滚一次就好了。哦，我是没有加油哎、欸。我是直接水煮好，水煮开，然后就直接一直搅拌，让它不要粘锅。哦，后面这边的板也太少了吧，一个两个就只有两块板，是啥小？这边旁边的板的确偏少，你可以在中间绕，中间那个。区域蛮多的，哎、欸，他回房，你要走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
他在前面绕，我可以，我可以补你。加冷水，感觉你白泽你那样煮，感觉比较好一点，不会粘锅。因为如果我这样煮，如果不搅拌它的话，它会粘锅。卡了一下。我也是冷冻下去煮啊。那你这样不会粘锅吗？你有搅拌用筷子搅拌之类的吗？还是你是用什么锅子煮？对啊，恐惧降临来了，兄弟。可能有小丑角，然后没按到。我操！怎么在这？我以为他在前面。其实没有。板压那哎，这样没压到。哎、欸，他这个会压到的说，没都没动，普通汤锅最多捞出来粘盘，所以最好装盘后在盘子倒一点油油翻一下。哦，我下次可以试试。因为我都没放油啊，我觉得放油主要是作用应该是不粘盘。啊，干你老师！哇，他硬救吗？我想救你，救不到。没关系，队友在附近，队友在附近。好被看到牛树还有板，哎、欸，哇！这边前面这一块还没用。
我 DH 按欸，我右上 DH。 哦，这边没板哦，我以为有板，这板被踹掉了。哦对哦，他刚压板忘记了，可惜。我右上 DH 已经显示了说，诶不对哦，啊我黄条了哦，难怪我黄条啊，难怪 DH 没用。鞭尸哎呀 sorry 其实气可以直接走，你们先开门，救一点，我来啦。这个救不了，因为队友离这个离太远。哦定救，哦定心丸好猛啊。下来吗，洛洛？下来。定心丸，快往门跑！有，帮我！不行，我现在满状态，我解一下状态。这个玩意都已经这样了，还要打手撕哦？正常啊，对啊，这是正常的。终局都会打手撕，帮我补一下。先帮他补，再打一波。他现在在守时不会过来，可以，可以再打一波。这个已经卡很久了，只是另外一个门不知道有没有开，应该是没开了，应该只有这个门。我冲啦！这一把我要砍。他这里没板哦，他这个板下了。哇，你！哦，他很聪明的，他只追着一个人砍。你们走吧，没得打。哎，我 DH， 我已经按了，我真的按了。哦，没有了，走了，要走了。我真的按 DH 了，他那个动画已经出来了。我去看一下我水饺。没有一的，可以做一个没有阿伯的医生呢。666。还有恐惧释放快刀，恐惧降临，对，恐惧降临加猪头。哎呀，丢第一捡第六真麻烦。我看不懂他，你只会手势，你还会手。刚刚别转弯跑直线跳窗会不会好点？嗯，可能会吧。但是他那个旁边的门，他旁边的门其实踹，他踹开了。如果我跳窗，
因为我就因为我还有 DH 啊，我想说拼 DH 可以就直接跑门，所以我就没有想跳窗，因为跳窗我觉得也是可以，就是某一个选择应该会好一点啦，我觉得，只是我刚才没想到。我水饺快好了，它没有粘锅，只要水饺浮起来就可以不管它了，就给它慢慢煮。放个音乐，一点点，你刚才说一点点就好，别超过一瓶盖，自己抓大约量。煮饭时我也会电锅倒一点点油。嗯，油啊，下次加点油试试。而且煮水饺好像还有分派别，什么像我们这种是直接冷冻、直接热水滚了直接下饺的那种，有些是冷水就先下饺，然后煮直接这样煮。哎，它有腐烂干预哦，开场风机。麦尔斯哦，麦尔斯。干嘞！哇靠，心跳这么小。他一阶段没心跳我记得。只有四台可以修，代表说他想要盯人就盯那四台就可以。那应该是在那边。那边应该没风。我解个任务。那边修就等于给他钉烂。只能这样啊，没办法。他刚刚在大雾这边哦。好，哦，他进二阶了是吧？了。哦，他好像进二阶了。有，我看到，我有看到他。等一下，他进二阶了，这么快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他这个不知道这个音效是不是二阶，很像是。会出现心跳吗？一阶没心跳之外，其他应该都有心跳。其实我也不是很熟，不常玩杀手。先预设他是永山墓碑吧。九成九都是。对，而且他应该有蜘蛛。麦尔斯，看他砍不砍砍那个血祭品。如果他不砍的话就，就啊，他有蜘蛛啦，他一定有蜘蛛。他没有砍，他在叠蜘蛛。打这个一定只能速修了。他现在蜘蛛应该有三层或四层，最少三层了。哦，麦尔斯，他在我这。哇！斩杀永山墓碑，对墓碑，我死了，你们要自己找我。
找位置躲。那这会持续多久啊？整场吗？如果他是永山的话，就是整场。如果没有永山，只有带墓碑的话，就是要等时间。但应该是永山墓碑啦，看那个应该是。如果真的没办法，就躲柜子，就是不要让他斩杀。他在附近的话，哇，死了！靠腰直接二杀，不用玩。原来我是最后一个。这都不用玩了、啊，接下来只要出现心跳被他盯到，直接死。哦，他没有永山，他有带墓碑而已。所以你这个可以赌赌看咯，只能赌赌看。他在外面。嘟嘟，这里应该还会有一场。没有。哇，那不会接下来修一修，他妈的发动机全部都在对面吧？有可能。你先玩，我去看水饺。
你升天了。我猴子升天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杀手跟那个血祭品他妈的他们搞狼狈为奸，你知道吗？是怎样？他们为什么？那个迈尔斯没干死那个血祭品，然后那个血祭品把他那个迈尔斯带到我这边。啊？他不杀血祭品，单纯是因为他要叠蜘蛛啊。那那个血祭品主动把迈尔斯带到我这边是什么情况？主动吗？是碰巧吧？没有。他直接把迈尔斯直直的往我这边拉，然后用那个手一直指着我这个位置。哦，那可能就是，对吧、啊？那可能就是要害你，你可以检举他，这样不太好。那就真的是狼狈为奸了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吃水饺消消气。妈的，那个王八蛋，哇！哎，要是有打快打和旋风，没有，我一定把他抓起来摔烂。气死我！想不到除了人皇以外还有人间这种职业就对了。人皇怎样？你说什么？除了人皇以外还有这种人间啊。人间啊，没错。主动帮助杀手是杀小。那个威斯卡、哦，威斯卡，哇，威斯卡，那小屋玩不动。那湮灭之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湮灭之光是油灯吗？好像是哎。
看你老师。应该是油灯啦，湮灭之光，我不确定。我完了，绕错边。没有，没有爆发，没有突爆。对，油灯，它有油灯哦。我们修机不是血祭品，修机会很慢。它有阴森有爆加油灯。双眼线，你附近有人吗？有啊，他是被杀手追。好，我这台先开，你再挂一下。对，没问题。一路挂到三挂都可以。让我挂好挂。老头有去救你吗？没有。有了。老头来救我。嗯 ，OK。灯阴森有爆，剩两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可能有天灾哦。你那一台很想要仿一下，不用仿了，因为要绕跑。哎，那边那里排列。哇！人在哪？看不到。他不追我，他回房了。他去打深队。被抓背哦！掉很近啊！我觉得他回访哎、欸，他这样救，吞噬希望，哇！吞噬希望，那要找一下图腾哦，不然吞噬希望会一刀状态。我找一下图腾，这个图腾一定又是在什么奇奇怪怪的位置。哇，怎么都秒救啊？好吧，也是啊，他二挂、啊。不救也没办法。我找不到图腾呢、欸。
找图腾。那、啊、怎么还有人玩到蛮橄榄的？在玩什么的？船这边没有图腾。在这里。对了，船这边没有。嗯，边边角角这边都没有。我在长廊这里找不到图腾，往视频那边靠。玩维斯卡，我已经他妈的神赶路了，你还要这样搞？哇，我被发现了，我往视频拉。我没有把四只兵的打完掉，但是别人有没有我就不知道。他那两个小王八蛋不帮忙，顺便去修个机，哇靠！他连这个桥这边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三个图腾都没有。啊！我死了，找不到图腾。嗯，不找图腾很容易死哦。哦，皮斯好像找到了。Nice， 解了 ，Nice。Not good。Very good。Very good， 他回去报仇。没。嗯？为什么还会在手机一次啊？他嗯，他阴森拥抱吧，阴森拥抱加油灯加歇斯底里，还有吞噬希望，这四个技能。我在桥这边修。好，我等下过去。哦，对，我跟你修，那我去救。他应该往你们那边去了。那个是邦乔飞的是吧 ？It's my life， 是吗？忘记了，忘记歌名。大概，我就想起来。It's my life。我就跟你合修，但感觉你那台要开了。也许拉门比较快，你赶快去拉门。OK。五一五二二。一刀吗？不可能吧。这个门好烂哦，靠腰附近连板都没有。算了。
直接开门。不管了，我要拉开啦。拉呗，拉呗，拉飞呀、啊！歇斯底里，歇斯底里，我不知道技能是什么，好像是迟钝90秒吧，我记得。哇，他带过来，我跟他换吧。他不鸟我，我没办法帮他扛一刀，只能靠老头了。我补满，我再帮他扛 ，nice， 让他出得来。老头，我帮他扛到的话 ，nice。哎呦，完蛋了，我死了，我雷了，我雷了 ，sorry。我雷了，老头救我！啊，没办法了，他死了，他要走。哇，他这样还要救？那他不是死了吗？哇！哇！哇，他死了 ，sorry。那没办法，我已经过去了，我还没讲说凑个热闹。我雷了，我不应该贪的，我以为。不然其实 P 是出得去的。Sorry， 刚刚说成 Sorry。没事，反正他已经是个死人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再打一次好了。Sorry, my bad。看一下歇斯底里这种。好，受伤状态，30秒。我的错。哎呀，安威斯卡还要搞这样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好吃，所以你那个叫什么？
警卫是吗？保全呢、啊？要、哦、保全，基本上是一样。去尝试做做看呗。谁叫我的工作机会都在台南的这个科学园区？那为什么不？那为什么不去？太远啦，过去就是四五十分钟，快一个小时的、啊。开车也一样远，也是啊。哎，保全呢、啊？做个夜班的保全。那你这样要到几点？凌晨？早上五点？晚上七点？到明天早上七点。好累。也还好，我觉得晚上的话，车流量啊、冷啊，比较不会那么多了。嗯？怎么这么快就开始追了？没有夹子，没有什么东西，这是什么鬼？故事吗？I don't know. 所以你这样是几个小时啊？十二个小时吗？十二个小时啊。哇，为什么时长那么长？哎、他死者开关加阴森拥抱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应该是死者开关而已。阴森拥抱不确定。啊，有人救，那我就去修。所以保全啊，不对，保全时长都这么长吗？差不多吧，看公司的。那我要这是上去送口的吧？不知道。救下来还没三十秒就再上去了。不一定啊。超级死党。超级死党，哇，那你要走哦。你会被上一刀状态哦，你的气场会被看到。哇，我这一台修不开耶，我这台硬修好，持刀修。哦，有人救了。超级死党，你要小心哦！只要你同，我先不能修开哦。我这个修开的话，我们这边修的都是右半边，代表是左半边半台都没修哦。我不知道你左半边在哪里。戏院。戏院哦，戏院我有修开一台，在二楼的、啊。没有啊，还有第二台也在戏院呢、啊，也是在戏院这边被修开的、啊。那就不能修啊，你那台要留着。然后第三台就是我在修的那一台。靠你要那个家伙是来垒的吗？这可以检举了吧？没有啊。啊，对，他有阴森拥抱死者开关哦。后面那边有一台修开啊。没关系，你可以你就修吧，三连的再说吧。我叫你拔啦，不要乱说话。那台只要没有被踹，都还好说话、啊。就在戏院旁边。哎呦，这样也中哦！这一刀。这一刀有点东西。哦，修开的是广场这一边哦，不是广场，小公园。
哇，来不及！狗屁！我早在那个右边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戏院的右边。好，就是我修发电机的那边了。是的。我靠！我要超级死的！哎呀，你起来！所以他这个一破绽状态就是一直就是显示着，然后就是我们系统都会暴露出来。就是你因为血迹品，对，你的位置会被看到。所以你要等30秒还是60秒，忘了。应该是只有30秒，感觉蛮短。哎，都踩得这么快啊！哇，他在这附近，再来一遍。没错，等同说只要有人上钩，你就要跑。我这心跳，他是追哪边呢？哇，他直接过来了。靠腰都这样了，你还要打回法？对，他要逼他先死一个。那怎么能让你称心如意呢？去吧，提供你最后的价值。Are you trying to make me angry？ 他怎么会是你帮他赢？完蛋了，他死了。Sorry， 队友。拖怪给他，哇，他死了。他不是你啊，现在才有天灾钩。其实你那一台应该不能修，要修这一台。因为前面还有一台。因为如果你那台修开了，就剩这两台。不管哪一台，我都死了。对，不管哪一台都死了。所以你哦。我知道。啊，嗝屁！我钢筋都出来了，还是死了。啊！干你脸，差点忘记了躲柜子没有用，靠呗！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那一招超级市场躲柜有没有用？感觉有用哎、欸，这我就不清楚。我操！哎呀，谢谢。然后你也倒了，那没办法，我已经要把他勾了，说，没有第一眼看到他的红光，我判断失误，没办法，有些会藏红光啊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惨？
哦，我破绽20秒了，铺路气场10秒，冤灾阴森拥抱死者开关。我操！这是机密，对。我操，真的哦！啊，什么东西？嗯，你这个动画可能看的比较没那么多，这个你知道吗？贴在 DC 群里面。魔法骑士。我看一下，哇靠！这我的超级童年神作，哇！有生之年30年，竟然可以看得到它重置。魔法骑士没看过哎，这我没看过。哇，那等它重置出来，有空可以看看。你的童年。老师哪个人渣烧这个？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烧这个地图，烧什么地图？我刚才没看到。废弃车库，废弃车库，而且是人烧的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在记地图。然后这一张哦。最好不要是那种什么阿鬼啊，还是这个什么护士啊，好，这个都不用跑了，直接给他锤就行。要不会是护士吧？我刚才怎么听到尖叫的一声？是吗？不知道。来了。什么杀手？哎呀，是啦，这个好像是花火吧。哦，那个魔王是吧？很吵，很吵的那一只，没错，魔王。再见。我靠，为什么连那个什么商店这里的那个板区的样子都不一样？啊，碎了，直接进 VIP 了，再见了，不用玩了，不用玩了。拔钩了。队友叫我防爹，防那个天才。我拔钩了，再见了。他没有面手吗？还选一个特别丑的版本。他没有面手吧？还好啊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没听到心跳。Let's go, let's go.啊、打针队哦，回防了，回防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跑错地方了。哎，我尖刃没了，我死了，再见。哇！赶快跑，赶快跑！
或犹豫那一瞬间，然后跑出地方。什么？他回去摸你？赶紧摸了，赶紧摸了，最好顺便再挂一个 VIP， 让我有理由拔钩。这附近的钩哦。哇，这个队友有手电筒，不早点用。哎、欸，还可以跳，抓放下，我都要挣脱了，我操！可以，应该可以。哇！脑子被救起来有什么用啊？哇！那没办法，他们没有拆钩，他这个造的，他造的不行啊。大家不要再救了，该去休息的休息啊，该去干嘛的干嘛。他已经打手机打到底。不要救我，救我没有用，我只是个垃圾。这边没有，没有发电机。哇，这个有，这个人有火衣耶！大力老师，这个德怀特有火衣，这应该是火衣吧？应该是。不是，常来讲，我应该可以在车子这边跟他绕一下，我怎么速度那么快？可能狂暴叠起来了，因为我们都在附近，所以他狂暴叠很快。哦，没有人帮忙压板，我死啊！哎、欸，你那边板，哦，那边板我没下，我以为那个板我下的时候。我是这一把我已经特低了，第一挂也就算了，第二挂我还跑错地方，哎呀，我也不会往这个地方跑，我怎么这么的低？我跟车库水土不服啊！我一生在这个烂地图抓不到了，玩人类在这个地图还跑不掉，嗯、啊，怎么办？多练吧。这就跟你玩那个跑跑卡丁车一样啊！你有玩跑跑卡丁车吗？没有，我不玩那种不写实的垃圾游戏。就是需要记地图的游戏都一样。爸爸，这个记地图好像没什么用吧？这个记地图发电机啊，发动机是随机的，板区是随机的，还是有用啊？其实它的板，它会生在类似的地方啊，所以也不是说没用。就是你哎、欸，哎呦 ，what the hell？ 我刚才卡了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靠，我们那个阿德是一百转。对啊。破板。视频还有板。哈哈哈！哦，卡德还有带超展开哦。果然对这种老屁股来讲，玩游戏有乐趣才是唯一的。封窗？没封？那没封窗？我操！还有带全神贯注。一百种的超级大哥大。嗯？他不追？他有火衣啊，的确是个老玩家。那我亏了，不该下这个板。啊，这个杀手技能给你看，还有给我们的进攻战斗士来看，来看我们这个阿德性骚扰到处乱摸。教我的平稳着陆。那么歪，那个都算完美。我硬修这一台。哦，
哇靠，太屌了吧！他超展开，刚好火道，然后加跑速哦。哎，对。哇，不愧是阿德，还敢跟这个花魔在这边捞。靠腰啊！为什么这个花魔会他妈炮刀啊？他现在在手，他现在在手机。哇，打得超有种！我不知道另外一个发电机在哪。这边两个吗？视频一个。哦，他金龟也被抓背。嗯？为什么啊？哦，他有代币哦。天灾 ？Sorry， 忘记了，忘记他有天灾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厉害的有点不像人了欸，奇怪，他也没有大跑，为什么这个阿德可以在这个车区跟他绕这么好？我他妈怎么就绕不动呢？这难道就是排转的杀手吗？嗯，他板，他走内圈吧，我觉得。超展开，结果变破绽。哇！哇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他超展开，破绽。爬得起来，靠你的！我靠，他是怎样？ Yeah. 怎么突然自己摸一摸就全死了？是怎样？没办法，是要摸起来，他不没有那个技能，没有办法上那个什么坚韧，坚韧。这对人类其实有点不公平，靠北好不容易被摸起来了，结果摸一刀又跑。哎呀，黑桶啊，这个根本不可能，这是一个人来拆戏，这附近也没有板。看这个白转的了，能看他溜了。吗？我们花魔呢，跑速超快，花魔一个回转。好，现在是在这个 L 型的板区，这样跟花魔绕，究竟这个阿德绕不绕得动呢？可以啦，那个火衣耶，挥了一刀，竟然挥空了，不愧是我们的白转阿德，竟然骗到了这个距离。阿德提前下了板，阿德现在故意的，挖死了，哎，可惜，可惜了。这个 L 区没有这么好绕吗？主要是应该还有一台啊。哦，对啦，在这里啦，在对面，可惜。去吧，马水怪，直接拼掉。阿德已经很努力了，这估计没有法可以让他玩。要不然给我们阿德一个小啊，四品小屋，我相信可以让他两台发动机。哦，不会有错的，没有人偷敢踩踩下去破绽。阿
可乐，你为什么不拔钩？我不知道，他可能有那个吗？那个叫什么？善有善报。没有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哦，没有，那就没办法。阿德大概是被我这个雷队友气死，干脆不拔。超展开 DH 全神贯注。天灾，阴森拥抱，超级死党，红齿轮哦，这个地图是他烧的、欸。阿德，你没有把握，你烧什么屌？他其实蛮有把握的啊，我看他都溜很久，他练图了吗？一点没有板啊。Where am I？ 看他已经很。已经是猛的了。都是嗯，这样。我靠，这个魔法骑士原来有漫画吗？魔法骑士有你问你啊，你不是你的童年吗？我童年看的是动画、欸。哦，应该有吧。以前会动画画的应该都有漫画吧，通常啊不好说，有一些是原创。是啊，真的啊，这我就不知道。天元突破就是原创的、啊、哦，天元突破，你说天元突破。嗯、啊、哦，他最早也没有漫画、啊、他最早也是那个动画而已、啊、
是哦，学哎，怎么上面一堆人？我看到天元突破有漫画。OK。哎，那个哦，那个追击者。我知道，我有看到那个小僵尸。没错。小僵尸对我一手手。视频有一台，对我举手手，就意味着他看得到我的位置。啊！我靠，怎么这么快啊？结果大房二楼没修开，哎呦 ，sorry， 没注意到 ，sorry， 雷了，分心了一下。哦，这个、老头溜很久哎，说实在的，有点强。靠腰啊，小僵尸干扰修机怎么办？你就只能把他拉走啊，或者你找别来修，只能这样。如果真的很急很急，就只能用板压他。万不得已啦，万不得已才用板压。要防一下天灾哦！啊，没防到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太快了，这怎么会这么近？医生拥抱加天灾，队友好像去救了，但队友人家被看到了。手机吗？所以小屋里面没有发动机哦。大小饰品很像有，饰品很像有一台。这、啊、里面有。我刚才看很像有。哎妈呀！那这个必须先修开呀。这个老头是要六五台的节奏，为什么要往四平跑？你有屁？没办法、啊，他往你那边跑是正确的、啊，你那台才刚摸没多久哎、欸，我跟那个另外一个都高进度，他这样是好的。哇，这老头经验丰富哦。没错，他六超级。老头，哇操，老头他没进屋，你就翻船。如果你在附近，可以帮他扛一下，因为他一挂了。哎，宿友老头拉开距离哦。哦，那可以哦。他去追另外一个，我去看这里有没有发电机。这里应该会有一台。看一下，对，这里有一台，他往我这边拉，哎、欸、我、欸哦、撞脸，老经验啊，老经验，他已经老四碗了，我雷了，我也雷了。我雷爆了，真的！啊，浪费一局，天哪！哎、欸，
好猛哦！我要上钩，防一下天灾。上钩，上钩。这我太烂了，应该是老头太强了。他溜了整整五台，快五台了。哇，那刚打完又中招。哦，他有手电筒。Nice。喂。我靠，为什么他还有房子？别人拆那个，哇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吓我一跳了。没有，赶快修，赶快修。我在拆玩物，还有玩物加天灾，还有银身拥抱吧，没记错的话。靠呀，他是拥抱啊！他这个是他在打僵尸吧？升级应该是升级啊。哎、欸，老头挂过天灾了吗？啊？老头啊？啊，对，挂过了吧？所以就不用放了，直接修。因为我记得他有阴森拥抱。老头六五台耶，有点强。我去打个针，然后，哦，他来视频这里。完了完了，我要死定了。嘿嘿嘿，你这个呆子！对不起啦，猜错了啦！开溜喽，靠你喽！靠你喽！我去打个针，等下救你，顺便帮老头补一下。我应该往榜区跑才对，我为什么我怎么不见了，都已经终局了我还想省。对啊，你终局不该省的、啊、哇，你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。我已经死了，不用了，快跑吧，直接开门、欸、直接跑。他不守时欸、其实他还是在附近的，他随时都可以回跑。是没错啊，这个距离，但起码他不是面熟啊，还行啊。他回防、他来了，对，回防。哦，有人救 ，nice。门在哪里？带我走。跟着我。另外一个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开。有开，有开，有开。你走前面，你走前面，我们帮你挡。这里附近怎么没有法？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！ 走走走！哦，我走不动道了。谢谢大大。来来来，让你抽我！啊！再来！你可以练一下360啊，练一下360。360。对。哦，你说这个回转？对啊，回转啊，蛮有用的。看，又360了，我打，这头直接被打爆了！哦，一边直接往头上抽下来。哦。好强啊，这个老头。带着打头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操！完了，啊，被搬走了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要。好猛啊，这个老头，有点强。啊，被挂死了，再见。这杀手也是很 free， 我觉得他只是单纯被那个老头给拖到了，
你要有修饰痕，但他没有用，他没有用，他没有点他的图腾。太惨，我成了这场的唯一污点，他只有我嗝屁。哈哈，他打哈哈。GG。难怪了，他没有带那个其他的那个铁病毒的配件。啊，怎么那么蠢？我怎么会把360删到自己死？那老头直接六五台、欸，超强！我六不动，我连一台都六不动，被他拆透啊！哎，对了，双子蟹，你不是有那个非自愿离职吗？为什么你还要去？我记得你去报名那个，那叫什么？职训局的课程可以领钱，不是吗？有补助，你知道吗？即便我没有领，不用去报课，我也有一笔钱可以拿。是啊，是的。但是我个人认为。也不是我个人认为啊，纯粹是讲真的，即便活到了现在28岁，我还不知道我自己最终的目标到底想做些什么。所以，啊，你是说，那所以你最终目标是什么？没有啊，不是没有最终目标啊。活到了28岁，连自己到底真正想要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正常啊。忙，现在迷茫啊！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。对啊，我也，其实我也是，跟你差不多。但起码你还是找了那个啊，找了保全。应该说你有那个。非自愿离职的身份，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还不知道的话，你可以去报职训局的课程啊。职训局的课程，它如果你有些是免费的，就是自行负担是0元，然后政府帮你出钱。然后你如果又有那个非自愿离职身份，然后你就可以申请一些补助金，很像是，一个月6000吗？还是？忘记了，这个你可能要问一下，因为我是没有啦，我只能去单纯去上课而已，所以就是当做学点东西。问题就是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学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。神秘人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随便找个课程上而已啊。我就上那个家具木作实作课，然后要皮脸啊。哦，李博尔，哇，他死了，他死在视频附近。
哇，这台发电机是怎样？怎么长在中间？长在这个位置是？意思是你哪边都绕不走？有点难呐、啊。我去救吧。希望 P 2没有，但感觉 P 2很像要去救。对，他在我旁边。回房，走了，大卫金，你还蹲？那是打头是吗？他有封窗，他先封窗，他有封窗哦。皮脸，皮脸通常，对啊，皮脸通常带封窗。大卫金很像有打头。看他，看他不紧张。哇，皮脸杀手跟丢了。我只知道那个皮脸可能眼睛有点大颗。完了，他来追我。没有，他在屋顶，他在观摩。那、啊、这杀手也是很 free。我今天遇到杀手，后半场都蛮 free 的，下午场、上午都还好，下午的杀手都很 free。我在追大屋、就是。哦，他在追我，我往视频啦。他应该会先封窗，没错。视频不知道下版了没？视频还没下、啊，那我拉走、啊。只是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版，这边有 T 二的窗。哇，被他骗到了！你丢错、啊，你丢在他屁股啊！欧力这个。公民使者，公民使者，他那个动作好好笑、啊。那像有大跑哎、欸，那个叫什么？马尾那一只。不会吧？我小吴炸过一次，他应该过来杀我吧？他很像往大房去喽。没有。嗯，我这边有心跳哎、欸，还是他要转移心跳？手撕？哎呦，他刚才飞起来一下，怎么碰到我就手撕是怎样？刚刚不熟，现在熟。我可能要自拔一次哦，我要自拔了，因为一半了，没办法。他手到了挂，哇，那这样要死哎、欸！哇靠，这样没中！哇，好雷哦！我这样 DH 没中，亏爆了。他开始认真玩了，手撕流派出来了，加油！哇靠，大卫金，哇看。
对，怎么可以回这么久啊？很久啊，他那个可以回很久啊。他现在改版，很像他拉锯的时间又变短，很像皮脸有三个代币吧？我记得三个，我看他会五个了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忘记了。怎么有办法可以回这么久嘞？可以啊，他那可以回很久，你绕。绕两圈吧，两圈可能他锯子都还在，三圈应该差不多。我感觉那个锯子这把应该已经了，他像回防。这样没找到，认真的吗？不管认不认真啊，那个救不了了。他只要一挥电锯，基本上都不用救了。提点手势的确没办法救了，比较难救，除非你有 DH。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麦当劳打的。哦，他有办法跑，很快。哇，他超那个，他这个是啊？哇、哦，他死了！哇，他前面有板子说，刚好。这样没办法看到pin、喔、为什么松手他一瞬间都会炸嘞？对啊，那正常。哦，大卫金有200多秒哎、欸，他pin有点高。那可能是我去的。他拔了。拔个屁啊！你倒是给我坚持一下、啊。直接拔网线是打小。因为我看你显示 bug 哎、欸，我看你还在修机，然后你在现在在救人，有显示 bug。哦，电脑也会开宝箱哦，我现在才知道。处女，再见。你完蛋了，开封窗哦，可以下板。下板啊，你干嘛？你可以去找地道啊，他现在在找地道。单冲，啊哈哈，来不及。我觉得你应该直接下板，然后赶快拉距离。他刚一开始没看到你。
可惜了。怎么能想得到他还有铁铳呢？他为什么要带铁铳？皮点会带铁铳吗？一个人做终局的时候吧，想说有人会躲在那个柜子里面。哦，也是有可能，我不知道哎。可惜，铁柱女啊，直接就破绽，人就没。暴怒怨灵，艾丽持久，抗晕嘛，还是抗压忘了？抗晕，铁头是吧？哇，今天先到这边了。我注意力不集中了，太水了。OK 啊，感谢你。886，拜拜。哎，小嗨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那个手心手背都是屎什么东西啦这个 ID 有点恶心。是没有杀手吗？怎么没有？怎么这么久？我去上个厕所。
是。OK。被抓被，引鬼吗？没有挂天灾。你要在上面，对吧？会不会回房啊？迈尔斯是吧？补吗？那我就找发电机修了。对，没错，修机，大家都在修机，修机好啊。不知道他是不是，他不是永恶，就是透视那个，感觉是欸，因为一直被抓被，应该是永恶，就是透视流是吗？这样稍微有点恐怖，他应该是玩透视流。透视流真的有点恐怖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过来，会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就会出来。皮尔没有要救，那我去救吧，有点远，他要挂在中间。补啊！那速度好快啊！它是有蜘蛛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不知道他有没有蜘蛛。极晕杀手迟钝，不知道他这個技能是什么。一个叫极晕杀手，不知道什么。迟钝是听不到心跳吗？很像是。极晕杀手。接招、哦！没什么，没什么碰过。
应该是永二啦，应该是那个二阶的那个看气场，因为感觉应该是。而且他两次都是抓，欸，超级死党吗？我记得 P 4不是血祭品吗？还是我看错了？然后永二蜘蛛吧，因为他都是抓背，在这里。速度好快哦！哇，结果不是吗？永山墓碑啊！那为什么会被抓背？啊？看不懂。不是透视，所以是木。嗯，对啊，又一个抓背。哦，没有，他这个应该是禁柜的，或者是修机不给斩。还是他是禁柜，这两次都禁柜被抓。用着陆，永山墓碑，陆迪
哦。好吧。I get the feeling something. 我再玩个一场，我的磁碟区快爆了，剩134G，没办法再录了。不然我也是想继续开的，但没办法。因为还要预留那个导出的空间。教学影片没有，我低潮。我预留了900 GB，我的低潮总共就是931 GB，我预留了900 GB。这个教学影片太少了，没什么教学影片。我没有没有。应该说我没有囤积癖。没有啊，应该说我没有收藏的习惯。我应该买一个，对，我应该也买一个2TB 的。但是这样外接2TB，我这样录影直接录到2TB 里面会感觉不太行。因为这样外接的感觉。不知道欸，我没试过。要么就是我之后买一个1TB 或2TB，然后就先插着，然后我直播录影就是啊，这样不行，那要传很久。不行，这个要么就是再买一个，再装，电脑再装一个硬碟。大家怎么都在这？今天给他们修好，还是修别台？对啊，我也是放重要资料。P3被找到了。又是迈尔斯，
感觉是刚才那一只，是不是？宿敌是吗？宿敌加什么去了？忘记了。好，被他看到了，那要走，不能给他吸。不给吸，不给吸。P 2应该要被吸烂了。哇！哇！他吸好快哦。他是不是？他应该不是永山，他是吸，三阶加快的配件。不然他这样吸太快了，一台都没修开就三阶了，可能有天灾，没天灾。我看我这台可不可以开，因为我平稳着陆。不会是永山吧？我觉得应该不是，不然这也太夸张了吧。应该不是永山了，不补吗？要补吗？要走，兄弟。哎、欸，靠呗！我这边没有出口、哦，完蛋了，雷了！我、哦、真的雷了！哇！结果是永山呢、欸，很像是永山呢、欸，永山梅木碑，然后加永山加那个恶意值叠。哎、欸，不是永山，他没抬手了。结果他有在光明眼，哈哎，一二怎么下来了？被照下来的吗？很像是、欸。冲！风冲！没有宿敌。我可能被他吸满了，我在想要不要补满，我卡九九，防一下他三阶，然后用 DH 去躲。风窗蜘蛛吗？哇，不知道他有什么技能，只知道他有风窗。
一定有蜘蛛啦，看他走路这么快。风窗加蜘蛛剩两个，不知道什么技能。也不像有天灾。他三阶没了。一直真的叠超快，没在开玩笑的。啊？三被找到了，给他砍，让他消一下蜘蛛，我去救好了。其实他现在还是三阶状态，他可能要守，先针对一只。三阶掉了，啊！他在追我，回头回头，他在我们后面。在我后面，我回一下，回一下疲劳。他三阶应该快满了。其实在开另外一门，感觉他有封门的。哦，他回刀了，感觉可以出得去。大卫走另外一个门，好猛啊！这个 P 三六好久，苦干甘雨石锁，耐力持久。
野念觉醒，时间持续30秒。啊？那为什么他吸那么快？那这个是三阶持续时间增加30秒，从邪念二首次达到邪念三所有恶运值增加50%，首次哦。对啊，但是这也是恐惧范围减少了呀，还是平常就这么快？不知道哎，应该吧，可能 maybe。好，感谢各位，我词典要满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月光光，心慌慌。OK， 这只鬼其实蛮好玩的啦，这只鬼就只是有点麻烦，要防他的。防他的盯人啊，好，拜拜，白泽拜拜，各位拜拜，下次见。